哦，大家好，我叫欧阳聪，我是南华的。我真的很喜欢诺亚甸奴，因为他是一个是我觉得而家仲未人可以俾到他的球员，因为他是可以即系好似足球小将咁，佢好多圆，即系好好睇咯。咁如果俾我喺足球小将入边拣个绝招，我梗系会拣冲力射球啦。咁如果我唔係足球員，我諗我可能會係跑步咯，因為我細個參加好多跑步比賽，都長跑比賽、越野賽都贏。如果俾我主持一個旅遊節目，我肯定會帶大家去日本咯，因為我好中意呢個地方。到目前為止，我最難忘就應該係東亞運嘅決賽嗰場咯。嗰場決賽贏日本十二碼嗰場咯，中國香港。咁如果俾我打機咁控制一個本地球員，梗係我之前個教練李健和啦。咁因為佢係我師傅啦，咁我希望我會控制翻佢咯。之前我俾佢控制得多，咁我想控制翻佢咯。